看这一题，他是问说哈，这个方程式有几个解、啊？那这样的话哈，我就来看什么呢？f(x) 哈，就是说 f(x) 哈等于二的 x 方，啊跟 gx 等于 x 平方，这是抛物线。这两个哈曲线哈有几个交点？有几个交点就有几个解。好，首先我们看哈。这个是指数嘛，是这样子，哦，这是二的 x 次方，这是抛物线，抛物线的话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看起来好像有两个解哈，事实上的话呢不止，首先的话这里一定有一个解，这个就不用算了，啊这边的话我们看看哈，如果你 x 给它带二的话，这两个值一样，二的平方跟二的平方是一样的。你给它二的话有一个解，然后你如果你给它带三的话哦，带三的话，这里的话有个解，你给它带三的话，你会发现的话哦，这个应该这样子，你给它带三的时候的话哦，给它带三，给它带三的话哦，二的呢三次方哦，等于八嘛，这是小于多少呢？三的平方。也就是说哈，这个什么东西哈，带二的话两个一样，啊你如果带三的时候的话，这个抛物线的点哦，比那个指数的点大，这是抛物线的点，抛物线的点的话哈，在指数的点的上面，那如果你给它带四的话，那二的四次方，啊跟什么？跟四的二次方，刚好相等。刚好相等了，所以在这里的话呢，就有另外一个解，是四十十六嘛，四十十六相等的。啊，你当你呢什么呢？当你 x 的话哦，大于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指数哦跑得比什么呢？跑得比抛物线还要快。哦，这个画的不好了，这个其实很难画。这个要画的话，应该什么？应该这样画，这样子。这样子以后，然后呢，这个应该怎么样？应该这样画了。然后呢，再来就追上去。哦，这里的话呢是二，啊这里是四，啊三的话哈，抛物线的话呢，比那个指数的话也还大，这个话比较难画。不过我们晓得哈，这里会有两个解。一个解是二，一个解的话呢是四，啊，另外这里的话也会有个解，这是显然的，哦，所以呢这里有三个解，